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句子 ，Another traditional activity during this festival is to float paper lanterns on lakes and rivers。好，那我们刚刚前面有介绍的是台湾的庙宇在鬼月这一天，我们会说 burn the ghost money to the good brothers， and we also will prepare， we will make the offering of food to the good brother。我们会烧纸钱 ghost money， 我们也会呢 make an offering。我们也会 make offering， 就是提供贡品给他们。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会做什么呢？在像我们中部，我记得好像是中部或是南部的这个地方，台中或彰化那个地方，他们还会有一个叫是放水灯。所以呢 ，another 另外一个传统的活动 ，another traditional activity 分成另外一个传统的活动。During the festival， 在这个节庆期间，在这个节庆期间呢的另外一个活动 ，as to。好，因为这个 another 是单数，所以我们的动词也用单数。各位可以看到这是同一组文法哦。another 叫做另外一个的，它后面要加单数名词，所以它是单数，这里也要用单数动词。好，所以 during this festival 翻成在这个节庆期间，另外一个有趣的传统文化就是呢，我们会 as to。to 后面加原形动词 flow 叫漂浮，这个字本身叫漂浮，我们会漂浮这个 paper lantern， 就是纸灯纸做的这个水灯，我们会漂浮这个纸灯呢 on lakes and river， 我们会在湖面上或河川的上头放着这些纸灯。好，那放水灯就叫做 float paper lantern。好，所以另外一项传统就是在 as to float the paper lantern， 然后呢在这个湖面跟水上，好，在湖面跟河上，所以用介系词 on 要留意一下。那这里有个小地方，其实 another 这个地方在考课文课漏字的时候喜欢挖空格给各位，他可能会给你答案 the other， 好，他可能给你答案 the other 或者是 the others another， 那答案要什么要选 another 呢？因为其实在文章的一开始他并没有告诉我，并没有要告诉我们说他要说明几项传统，他没有说他要讲两个是三个，没有特定的状况下呢，这时候的另外一个绝对是只有这个答案叫 another。 好， another 另外一个的这个中文翻成，如果你不知道中文你可以帮自己写上去，另外一个，好，另外一个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句子哦。This lantern， 这些灯呢，为什么要放水灯啊？为什么要放这些纸灯呢 ？The paper lantern， 因为呢 ，these paper lanterns are used to give lost ghosts directions to an annual feast that is held for them。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他说这些纸灯，这些 paper lantern， 你可以把它写得更清楚哦，这样子可以帮自己再记一次哈。这个我们的这个纸灯呢，水灯叫 paper lantern， 这些纸灯这些水灯呢，他们是被用来，因为灯是复数，动词也用复数， are used to， 被用来哈，是用来 to do something to， 后面加原形动词，原形动词就是这个 give， 所以这个 paper lantern are used to give lost ghosts， 他们要 give 是给予指引，给这些呢 lost 是迷路的，Lost 是迷路的，给这些迷路的鬼魂，好，这些迷路的鬼魂呢 give them direction， 给他们方向，让他们能够 to 能够到达 an annual， 能够到达这些 an annual， give them direction to an annual feast， 能够指引他们到这个一年一度的盛宴。好，这个 feast 呢是我们的先行词，先行词老师都已经习惯是用红色来标记，对不对？所以呢会指引他们方向到这些 annual feast， 这是一年一度的盛宴。然后这是盛宴呢，后面是一个关系子句哦，这是一个没有逗号的关系子句，当作形容词来翻。这些盛宴呢 that is held for them， 是被举办来， be held， be 动词加 bp， 被举办，是被举办来为他们的，为他们举办的，指引的哈，这些方向的盛宴，指引这些他们这些迷路的灵魂呢，给他们方向，让他们能够来到这些被他们为他们准备的这个盛宴的 场地、哦、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呢，这个盛宴呢 the feast 是这个是先行词，后面是关系子句，然后被当作形容词来翻哦。所以你看啊，为他们举办的，它会翻成什么什么的，为他们举办的这个 annual
feast 这个 annual 每年度的年度盛宴哦，它这个年度就是 annual 的意思。好，那这里有一个 be used to， 被用来 be used to 后面加原形动词，翻译成被用来做什么样的动作？所以后面加原形哦，被用来去做这个指引方向。原来放水灯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一个美丽的一个好意，美好的一个盛宴哦。接下来的第四段哦 ，in addition to， in addition。Also, what is more, moreover, 这几个字叫做除此之外，除了放水灯，除了准备贡品，除了烧纸钱，还有什么呢？除此之外，各位可以用 in addition, in addition, 还可以用 also, 还可以用 what is more, 还有 moreover. 此外呢 ,people in Taiwan do not whistle at night during Ghost Month, because they believe that when ghosts hear the song,They will follow the person who is whistling. 好，那我们看这句话哦。前面是告诉你应该要做什么事，在鬼月的时候，你要记得准备贡品、烧纸钱、放水灯。And then 还有什么不该做的？此外 ，people in Taiwan 在台湾的人都会很戒慎恐惧，在七月这天，七月这整个月，好，都会非常的小心。我们会 do not whistle， 不吹口哨。Don't whistle at night， 不在晚上吹口哨，尤其是 during Ghost Month， 尤其是在鬼月期间。因为呢，我们都相信 people in Taiwan believe that when ghosts hear the song， 如果刚好你吹在晚上吹口哨，刚好被鬼听见你在吹口哨 ，the ghost will follow you。各位可以看到，这些鬼就会 follow the person， 他们就会跟着这个吹口哨的人哦。好，这个 person 呢是我们的先行词，后面的 who is whistling， who is whistling 是我们的关系子句。who is whistling 翻成那个正在吹口哨的，你看哈，所以呢，听到吹口哨的，正在吹口哨的，就是我们的形容词，用关系子句来写，然后由后面往前修饰前面这个 person。好，这个 person 是我们的先行词。The person 是先行词，所以记住哦 ，Do not whistle at night during the ghost month， 在鬼月千万不要吹口哨。好 ，Most people don't， 而且呢，鬼月还有很多禁忌，不吹口哨。Most people 呢 ，do not get married during this month either。很好玩的是，在鬼月也不会办喜宴的东西，所以大部分的人 don't get married， 他们不会变成结婚的状态。They don't get married during the ghost month， 在这个鬼月期间呢 ，they don't get married too， 他们也不结婚。They not either， 这个 not either 翻成也不。Most people do not get married during this month either。好，这个否定的也是用这个 either， 它会跟 not 合并在一起，翻译成也不，他们也不结婚哦，在鬼月不结婚，不买房，不办任何喜宴。Although， 虽然它是连接词，虽然呢 ，not all people in Taiwan believe in ghosts， most of them。Still have a certain respect for the ghost festival. 好，各位可以知道，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多元的文化。我们不是只有佛教、道教的人，其实也有基督教的朋友、天主教的朋友、回教的朋友们。所以呢，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哈。虽然 ，although not all people in Taiwan， 其实并非 not all 是并非全部，它是个部分否定。好，这个 not all 为部分否定的用法，表示并非全部。虽然呢，我们都知道 not all people in Taiwan， 并非全部台湾的人都 believe in God， 都相信鬼魂。believe in 叫做相信，好，这是一个片语，叫做相信 believe in someone。好，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 believe in God， 都相信鬼啊。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人 most of them 翻成大部分的。Most of them still have a certain， 但是就算不相信哦，大部分的人，这个就我觉得大家要写一下哈。Most of them， 大部分的人呢，也仍然会 have 有一种 certain 某些的叫 certain， 虽然不相信，但是大部分 99% 的人呢，都还是会有某些的 respect， 还是会有某些的尊敬。For the Ghost Festival， 对于这个鬼节，就是中元节，对于鬼节还是存有某一种的敬意。就算不相信，但是我们会尊敬他们。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五段哦。
第五段呢 ，as for 这两个字很重要，翻成至于、对于 ，as for 后面加上名词或 ing，as for Halloween。刚刚花了那么多的篇幅，到两到三段在讲我们的 Ghost Festival 中元节，接下来讲讲 Halloween。至于 Halloween 呢 ，it is originally a serious event in ancient